我那会儿我们去那个马尔代夫的时候，它那个太阳从那个海平面慢慢升起来，睡不着觉啊，不管是日落还是日出都能把你直视，瞬间照亮你。阳光敬老院，可能几年来头一次主动的这么走心，但是却完全没有看到。没事，现在这个温度让我只是想别日出了，我不介意它现在直接升起来。哇，对，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，看这是什么，这是太阳啊，初升的太阳啊，在这看得心情舒畅。所以有时候并不是人家太阳没有起来，也并不是你看不到阳光，而是你需要换个角度。哎，算是早起半程了吧。恍如隔世，我现在只想吃个热腾腾的早饭。做饭吧。哎呀，刚又睡了一觉，现在该做点早饭。到吃饭的环节了。做什么呢？看有鸡蛋是不是。想一想啊，你打个蛋吧。食盐在哪？咋了？是因为不想让我食言吗？顺便也可以浅拿一下黄油。牵着你的手不放的，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？要不然你选一个周杰伦的 top 3。选不出来，这怎么选？就是现在脑海中有一个时间反应和反应。那就是简单爱、可爱女人，还有伊斯坦堡。A 姓三首歌是什么？爱情转移、孤勇者、孤独患者。陈奕迅最近快被孤勇者洗脑了，你们刚是不是还放来着？爱你孤身走街巷，等你不归的模样。勺子也卷不起来，只能脆的。我是想做 omelette 的，因为我特喜欢吃鳕鱼，里面刚好有芝士，咱们可以做拉丝那种。下一次咱们不精致了吧，咱们就过个正常一点的吧。我的装备都不是精致录音的，都是求生型的。吃吧，鳕鱼碎蛋。请问你们吃鸡蛋想加黑胡椒粉吗？还是就直接这么吃？
还好昨天没吃完，然后每天都有点蔬菜吃，营养搭配嘛，水果、蛋白质、主食、维生素、膳食纤维都得有啊。所以我觉得做饭那个东西啊，没有谁不会做饭，只是看看需不需要，或者说什么时候。所以真正的厨子不是人，是岁月，是这意思吗？主要是对各方面，我是觉得。或者说稍微还可以，就不拿出来丢人了。就比如说这个做饭这个事儿，不到今天迫不得已，我不做饭没人做了。哎呦天哪，真的一提到这个我就想起，不是那边的谁，他不太懂这个菜，这个菜真的很好吃，除了那辣的那一部分。哎，那你是不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？哎，好问题，我喜欢吃甜的，我喜欢吃白粽子蘸糖吃。来吧，吃饭吧。对，其实我小时候听的最多是这个，那个时代的流行歌，都属于唱的比较温柔的那种。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love。唉，现在我们要回去了，搬完东西已经累得不行了。反正总之玩了一天一夜很开心，其实应该是一天半加一夜，但是也非常累。但是人生嘛，就在于折腾。现在感觉整个人已经灰头土脸了，我现在要回去好好的冲个澡，叫我今天起太早，拜拜。